当孩子学习写字母或数字时，您可以帮着他们在手掌上描红。您可以用您的手指描红字母或数字，然后并说出它的名称三。最好是连续重复三次，三、三、三。然后孩子可以在您的手掌上描红。这样做用了孩子的几个观感能力，他们感觉到你的描红，他们看到你怎么做。和他们听到名称，这一系列都帮助他们学习并记住了字母和数字。